可以，我们现在可以准备一下。我们五岁第一大 vocal 啊，需要巴姐为你们准备什么东西吗？小军需要巴姐为你们准备什么？就准备一些乐器啊，然后吉的一些需要的效果器就好了。好，来，好 ，OK， 有请我们的道具熊。好正式哦，效果器，自己拿吧，好吧，咱们自己来，自己拿吧，自己拿吧，快一点，快一点。哦，伴舞，隐形观众，你就做这个就行了，然后你就做这个吧。哦，神圣博，啊，那阵仗好大，好吧。博哥记得伴舞，我伴舞，我在后面看你。这个是他的，那是我是这个，是这个垫的是我的，金色的是我的，线有没这么长啊？加入我，大家听这首歌就当一个乐呵一下就行了。也不是什么特别正式的演出。哎，第二次初恋爱情要出道了。拘谨时准备踩一下那踏板，踩满踩满哈。再按一下，用力用力，好好。等一下 ，F， 喂，F， 他们好厉害 ，F 吗？他们不会准备了很久吧？你们不会真的精心准备了吧？你们真的准备了吗？哎，等一下，你们好想赢啊！你们好想赢啊！放弃这些人，等一下，我调个是即兴，我们调戏吗？你们好想赢啊！这有什么好比的？就是要准备给我们没有，只要我一张嘴，你们就赢了。对，说好要吃东西呢，说好要享受美食呢，可以了吗？可以了吧？那准备开始了，可以了吗？东东们可以开始录屏了。跳个舞吧，孙志博，你最会的舞姿。来 ，one two three go。哎呀呀呀！好，再来一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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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two three go。但至少你可以大胆地将我霸占，瓦解我，吃掉我，哦哦哦，把心脏丢地板，你看，管你烦不烦，晚安。该懂我的试探，不回答才最好，最美的是你在隐瞒。好听的表演，谢谢。那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五岁留声机，你们想对你们的粉丝说些什么呢？来，我们好，有请我们的道具熊先帮忙撤一下道具哈。
对，没事没事。哎，呜，咚咚咚咚咚，哎呦呦呦，没事没事。好，好，来， yeah, 我们来伯伯伯，快来呀！好，你们想对你们的粉丝说一些什么吗？来，伯伯来吧。来，有请我们先从我们的伯伯开始吧。等一下，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吗？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想对你的粉丝说一些什么？就是首先特别感谢我的抱枕们，然后包括支持午睡留声机的。怎么这么煽情？认真说几句。天哪！认真说几句，对，特别感谢你们。然后就是我来这个节目之前，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成长了很多，然后认识了这里很多伙伴，对，然后其实我有偷偷看一些你们寄给我的信，然后因为你们去变得更加自信，然后去改变了身上一些东西，然后让你们更加就我想说，就是连我都能做到，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做到。然后我希望这个比赛只是一个起点，然后我希望我的抱枕们能一直陪在我身边，我也会把我身上的一些能量去传递给我，喜欢我很难，但希望我们能一直走下去，对，谢谢你们。然后我想对铁头娃说，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在默默的为我付出，而且我想感谢，都不知道具体该感谢谁，只有说你们，这个我觉得是一件就是很难达到的一个感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作品来安慰大家，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那个作品能够成为大家的依靠，还有感谢一直支持午睡留声机的歌迷朋友们。如果不是你们一直支持我们的话，可能我们多少会有点松懈吧，对吧？哎，你们，感谢你们让我们越来越牢固，谢谢。好，我就长话短说，感谢所有支持午睡留声机的所有人，然后更多想说的话在作品里面，然后我们会做好自己的作品的，谢谢你们的支持。喂喂，好了吧，有了吧，就是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好了，会继续做作品，做好的作品给你们听，但我做这些作品不是为了你们，而且是主要是就是为了作品出发，为了生活，为一些真的东西，然后一些好的事情嘛，然后非常谢谢你们能支持我，陪伴我，我挺感谢你们，就是谢谢你们，然后也给了我非常大的自信吧，所以我会继续好好做音乐，对，我会继续保持自己的。2020年的这个夏天，然后我来到了明日，首先是组到了我真正想组的乐队午睡留声机，对，然后我也想在午睡留声机当鼓手，焊死的鼓手，对，然后他们今天跟我说我喜欢我的动动们破40万了，然后我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短短的几个月认识那么多喜欢我支持我的人，对，在节目里面我叛逆过，然后也不听话过，然后就好的坏的都有吧，然后对，然后很感谢大家能喜欢我，认识我，然后包容我，鼓励我，然后为我付出了好多好多，就
是我们其实能力都有限，然后但是我们五个人聚在一起的力量就是做出好的音乐。出了节目我们是五十留声机，这个节目让我们开始，然后出了节目我们会出专辑啊，然后演出啊，对，会给所有喜欢我们的打盹听。好，谢谢。好，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其实特别感谢八点键，因为说实话是这样子的，今天是应该是最后一期了吧。嗯，感谢大家一律的支持，特别是八点键的团队们，如果不是他们给我们这个平台和机会的话，大家可能见到我们的时间要少一点。虽然之前我们特别的抱怨说我们有没有时间排练啦、然后里面绞尽了脑子想让我们在台上可以在这个活动的时候可以舒服一点开心一点，你们真的已经尽力了，而且摄影大哥呀导演团队你们都真的很辛苦，一路以来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谢谢，鞠躬鞠躬鞠躬，谢谢谢谢谢谢。